家人们谁懂，家里有这么一个嫉妒心极强的狗是种什么样的体验？在这家你只能摸它，它绝对不会让别的狗子靠近你，但凡让它看见你摸的不是它了，它保证立马冲到你面前不让你摸别人。我问你说，我摸到哪儿，我就摸你哪儿去了。